峡谷惊现细狗，这脖子是真的长啊！来看今天粉丝举报。傻逼，一共四个队友，仨挂机一投降，玩你妈！再也不他骂完了。我靠，你这是哪儿来的配音？骂人都这么逗，尤其是那句拉长音的，直接给我听破防了。下一个。不会还有兄弟不知道三个爱心一起发送就会出现满屏爱心这件事吧？这真的假的？我来试试。三个爱心发送，还真的有满屏爱心出现啊！兄弟们，你们也快试试吧。下一个。生活像一张蜘蛛网，我靠，细狗！我的日常就是钻他的空子。他长那么丑，那么细，那么瘦，家伙！好家伙，这是真的细狗啊！脖子尾巴都这么长，都快赶上申公豹了，属实惊艳到我了。下一个。这就是峡谷男团吗？是真的帅啊！平时看多了黑丝，再多看看男团也很不错啊。下一个。欢迎来到王者荣耀 First Blood， 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。不是啊，这游戏不是刚开始吗？怎么武则天上来就是一个大招啊？难不成是本人来操作的？下一个。这才是王者这个游戏的魅力，不抛弃不放弃，不到最后一秒绝不认输。可惜啊，现在已经变成社交游戏了。